第一部分是紫微破军星在夫妻宫啊，所以一般拢是有娶小爷命。也毋过吼，我即阵必须要阁甲你讲一点，因为你这小爷啊，上届好是差你十岁以上。这两份是你的命盘啦，这份是你的，啊，这份是安娜的。你家己看，你的部分是紫微破军星在夫妻宫啊，因为这紫微星比较的气势较强，所以一般拢是有娶小爷命。卡姐，这话第一早美华要入门的时阵，你都拢已经讲过啊。无唔对啦，也唔过吼，我即阵必须要阁甲你讲一点，因为你这小姨啊，上届好是还差你十岁以上，就参像安娜啦，伊在对你的事业、对你的健康有真大帮助。卡姐，这点我了解啦，也唔过，我敢会用卖阁用这张命盘来决定我家己的命运？平春啊！你安尼讲都唔对啊！这命早都拢注好好啊，所以讲咱只有顺从，绝对袂用五逆天意。除非讲经过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代志印证了后，你对我指名道姓功力，还给你怀疑是吗？卡姐，我绝对唔敢怀疑。要哪样就对啊啦！咱即马吼来看安娜这个命，你看。伊是太阳星入夫妻宫，是上佳适合亲像你这种紫微星入座的人，而且嘛是这翁仔某的年岁吼，差愈侪愈好啦。所以员工恁两个是天作之合啦。啊，那安娜入门了后，一定的是旺夫旺子，孝顺事大，而且佫特别会当忍受种种的委屈。哼，咱平常心讲。那比我这一点哦，该未必啦。卡姐，你敢过用下一段时间考虑，我才阁做决定，看是毋是要娶安娜一门。平春，我今日摕你的命盘，甲你解说，并毋是要甲你参详，我只是要甲你讲明。我并无偏心，假使讲我若真是偏心，我绝对是偏美华迄边。你讲对。头家妈，你都莫甲总裁生气啊，偷偷讲就好啊啦，哈。卡姐，即摆的问题是，美华伊绝对无可能会答应。平春啊，只要你先点头，要若美华迄边，我会来考劝伊。他讲最做得好。你哪呢？你先送安娜回去，我单独来面对美华，看免让你在那家两边为难啊。你敢买礼拜？唔免啦，你平安到厝就好，我先回去。你若即马回去，万一拄好拄到卡匠在咧靠近王美华，你敢袂做歹做人啊？我用先找一个所在消磨时间。我看你真正唔敢礼拜啊，对无？代志已经行到这款地步啊，我敢会惊你设计我？那你就礼拜啊。你讲唔对啊！我无识过你，因为我根本无想要有心。为着即摆代志已经变到安尼啊，搁加讲嘛是无路用啊。所以你真无奈，只好接受事实。我敢会用白接受？所以你有影真讨厌我？当然嘛唔是。当初我就是看介意着你，所以我才会让你来做我的秘书，然后甲你发展关系。只是中间。发生这么多温温暖暖的代志，让咱两个缘分断去而已。
你若无讨厌我就好，那呢我爱着你，马上讲有价值了。我真正是对美华亏欠足济，我嘛真想要讲好好来疼惜伊。所以即摆不管是发生任何的状况，我拢必须要先顾虑美华的感受才会用的。你放心啦，若是我真正会用入去黄家的大门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做好细姨应该做的本分，乖乖听美华姐的吩咐，绝对袂让你夹在中为难的。有酒吧？有啊，我来提。